咱若是会当确定霸王怪伫遮，那呢，等下就会当用这定位去报警，把杜光亮抓起来。杜凯王哪会伫遮？你这个门哪是开？爸，爸，我给，我就想讲有问题，您真正要做什么袂健康的代志，再从林大来唱伫遮？真正我有了准准准，您高人登来救林国庆，你的早顿上个重要，一定爱吃。来来来，探烧，你别开话。阿飞才是一个人，相当接受。想爱跟人林景怡的爸爸，被杀来何去？恁两个涉嫌架设钓鱼网站，真正跟恁一点么关系拢无？都是因为被杜光亮安尼听信恁，恁就无爱家己的老爸、客爸啊？你想讲客爸想要带你做无？我不可能接受你的啦！呀！爸，你们做啥？我叫带你的囡仔去自首，我是我家的目屎干的，我唔要跟你交嘴。呀！爸，客爸，客爸，爸！玉莲姐的爸爸啊，已经知影咱遐唔济秘密，知影他闹死啦，交我都收。杜光亮，你有够要害人的笑！一摆，恁家咱的后生啊，阮爸要去看卖啊，我是不是有胆？你莫想鬼！你真的是开玩笑的哟！你俩真正有叫声啊？你都，你这人会给不啦？嗯。